大家好，我是 Aaron。Hello，大家好，我叫宝儿。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的 Judy。嗨，大家好。过去的这3天呢，可以说是信息满满，干货满满。在赚钱大会，有嘉宾，有老学员，有资深的房产投资者，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还有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投资策略，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充满信心。通过了这个赚钱大会呢，让我们学到了太多了，满满的干货，真的非常感谢，黄永明老师。首先感谢黄老师及其团队精心组织的这场赚钱大会，真是受益匪浅。我们在会议上，这个得到了黄老师的一些实战的一些流程和案例的一些真传吧，就是说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啊，可以使我们这些新老学员啊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少走弯路，尽快的可以在房地产投资和土地投资上能有所建树。通过黄老师2天的培训、操作和学员的分享，扩大了我对 tax lien 这个认知范围。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 tax lien 土地投资是一个好项目，它能让我们尽快地拿到被动收入，它能够让我达到早日退休，它能够让我达到财务自由。首先呢，十分的感谢黄老师跟北美掘金的邀请，可以有幸参加今年的这一个赚钱大会，十分感谢老师们的经验分享，尤其是对于我新手来说的一个远程投资这一个方向有了更加固的一个认知。其次呢，我觉得这样的会议十分好的一点就是说，来自不同地区，无论是美国境内、境外，还有不同投资领域、不同方向的学员们来做一个比较深远的探讨。就好像这3天我们一起都比较深刻的研究了关于远程投资、出租房、土地、税务、法务。市场营销、市场策略等之类的一系列的关于房地产跟那个土地这方面的一个投资的认知，而且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都是公平公开的这样来讨论，而且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资源的这方面的共享。所以呢，信息满满3天，我十分高兴，也十分期待下一次的会议。再一次感谢老师跟团队的辛苦，还有希望北美掘金还有黄老师能够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希望我早日学习完所有黄老师的课程并实践，早日获取财富自由，谢谢。特别值得这个提出的就是，感谢嘉宾学员啊，有一些这个无私的这种实战经验的分享，特别是他们在黄老师的经验基础上自己总结甚至创新的一些新的方法，这样的思想交流碰撞呢，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新的一些启发和一些新的经验分享，非常值得参与。也希望明年呢，这个同样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盛会能够继续举办，我们一定会积极参加。好，谢谢。再次感谢黄老师及其团队。那我们从19号的晚上和20号的晚上连续2天学习了黄老师的这个赚钱大会的内容，可以说我们是通宵在学习。在这个学习当中呢，一点没感觉到困啊，因为觉得说课程让我感觉茅塞顿开啊，茅塞顿开。我们真的是过去分不清什么叫资产，什么叫负债，这一块就是我一直认为我的房子就是应该是资产。但是听了黄永明老师的这个赚钱大会的这个课程之后啊，突然真的感觉到，哦，原来我的自住，我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就是负债。那如果我用这个房子产生了现金流，它就是资产。所以说，那真的是刚开始就是没有学习之前，真的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对房产投资，我们真的是一个小白，除了买了几套自住房之外，没有投资过，就是去投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上了永明老师的这个课程之后呢，慢慢的感觉到，哦，原来在美国房地产投资还有这样的一个生意那么可以产生满满的现金流之后，那如何做一些资产的保护那对于以后，那么这个房产投资它会有除了现金流之外，那有增值的一个空间那么它还会有避税它还会有传承。我和我先生呢，我们对房子呢，就是我们还是很挑剔。现在我们通过对赚钱大会的学习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喜欢的房子不一定是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贷款也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过去买房子，贷款也好，什么也好，但是我们就是很快就把这个贷款还了，就想着不要去欠，没有这种概念。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一定要有杠杆尤其是贷款，可以去一些这个小公司去贷款，那不一定非要到大银行去贷款。大银行我们觉得比较保险，但是呢，我们贷他的钱，保险也无所谓。所以说，这就是很大的一个知识点。随是。过赚钱大会之后，我们把黄永明老师的其他的课程全部都购买了。在隔离期间，我们就如饥似渴的在学习，满满的收获非常的感谢财富最大化，让我们将来成为财富自由。我是在 YouTube 上看到黄老师的广告而知道黄老师的。视频中，黄老师说可以花费很少的工作时间去获取蛮高的回报，所以我蛮感兴趣的。刚好8月份也有活动，我便加入了黄老师的课和赚钱大会。加入了赚钱大会之后，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2021年5月，
我从 YouTube 上偶尔就看到黄老师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吸引了我。通过查看更多的北美掘金的视频和进一步的了解，我感到黄老师讲的 tax lien 非常有道理，因为我做了十多年的地产经纪了。那六月份我就开始订购了 TSL 课程，开始了学习，收益匪浅。随后我参加了两次竞拍，但是都没拍到。今年五月份我开始重温 TSL 的课程，并且又购买了土地投资现金流系统的课程。五月底到六月初我参与了佛罗里达的竞拍，开头两天还是没拍到，后来几天拍到了小小的单子。到七月份的时候呢，我收到了两张非常非常小的赎回支票，给大家看一下。支票虽小，但是我100%的确认 tax lien 是值得投资的方向。那六月底呢，我又订购了8月19至8月20号的课程。那这两天的培训使我更加的明确，要跟随黄老师不断的更新课程，更新知识，最重要的是付诸以行动，早日达到财务自由。这就是我的小小体会，祝大家早日达到财务自由。